好。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今日由於呢個金威廣場咧，我哋發現有一個群組嘅爆發嘅情況，咁我哋特別係聯同咗屋宇署啦、環保署啦，同埋香港大學袁國勇教授咧嚟做一個實地嘅現場視察嘅。咁首先我講下啲個案嘅情況。咁喺呢個金威廣場咧係已經納入咗一個強制檢測嘅大廈啦。咁現時咧總共係發現有10宗嘅個案嘅，涉及五個單位。咁而呢五個單位咧，其中三個單位咧都係 C 單位，係同一個座向。sorry， 四個單位都係 C 單位，係同一個座向嘅，包括係五樓啦、六樓啦、七樓啦，同埋17樓。咁牽涉係有9個個案嘅，包括喺五 C 裏面咧有6個個案。咁五 C 呢個家庭群組咧，佢個源係佢係一個最早嘅個案咧，係一個有源頭嘅個案嚟嘅。咁涉及一間即係清潔公司喺油尖旺區嘅。咁佢第一個個案嘅發病時間係1月15號。咁佢係喺佢工作嘅公司裏面咧係有一個爆發嘅，總共係有11個個案。咁而最早嘅個案咧係1月13號嘅發病嘅。咁而其餘嗰啲喺其餘嗰3個單位咧，六樓啦、七樓啦，分別有2宗個案。咁而呢2宗個案咧係無症狀嘅，咁分別係喺1月18號檢測係呈陽性嘅。咁喺最頂嘅係17樓嘅 C 嘅單位，咁係有1宗個案嘅，咁佢係1月20號發病嘅，咁但係咧呢位病人咧喺1月17號嘅時候咧係曾經做過一個檢測咧係陰性嘅，咁喺1月20號再攞第二個樣本嘅時候咧係呈陽性，咁最後一個個案咧都係喺五樓，係五 A， 咁係涉及一個係無症狀嘅感染者啦，喺1月20號攞嘅樣本咧係呈陽性嘅，咁我交俾環保署嘅同事講下我哋嘅發現。環保署聯同屋宇署咧，我哋都今日一齊嚟到去做一啲嘅室內嘅檢測，檢測下個喉管嘅狀況嘅。咁其實我哋見到咧，就係目測見到所有嘅喉管都係完好無缺嘅，冇一個明顯嘅破爛或者係有瀾漬嘅。咁不過我哋都需要再做進一步嘅檢查，去深入啲去了解一下所有嘅喉管嘅接駁啦，或有冇一啲我哋肉眼睇唔到嘅洩漏情況。咁進一步嘅情況，我交俾袁教授。好多謝衞生防護中心嘅邀請，令我有機會參與今次嘅調查。咁大家都聽到啊，歐醫生就係講，就係有一個垂直式嘅傳播發生緊，五 C、六 C、七 C、17C。咁然後喺五樓嗰度咧，由五 C 咧，亦都有另外一個 A 嘅單位係影響到。咁因為有呢個咁嘅垂直式嘅傳播咧，我哋就將會咧建議將所有私座單位所有嘅居民都今晚或者聽日撤離，因為我哋懷疑嗰個喉管係有問題，以至咧有一個所謂叫煙囱效應，而呢個煙囱效應可以喺個喉管裏面發生，或者喺個天井位度發生。就係譬如嗰人係喺本身係真係放緊病毒出嚟嘅，當佢沖涼嘅時候，有啲暖同濕嘅空氣可以經過個天井一路向上升，或者係嗰啲熱水、暖嘅水入咗去個渠嗰度，經過渠一路嗰啲氣升上去。咁如果其他單位佢嘅喉管係有破裂嘅時候，有一啲佢睇唔到或者我哋肉眼都睇唔到嘅破裂嘅時候，咁就會將嗰啲空氣咧走入屋裏面，尤其當你開個抽氣扇嘅時候咧，嗰、那個流入去屋企裏面嘅機會更加大，以至於有爆發出現。咁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就係當你喺工作當崗位嗰度有爆發嘅時候，嗰啲工人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就可以喺我屋企度將個病毒傳俾佢啲屋企人，同時亦都可以跟嗰、那個。天井位或者係嗰啲喉管傳去其他單位嗰度，咁呢個咁嘅所謂vicious cycle 嚇、呢個咁嘅情況咧就會繼續發生，因為其他單位啲人又會翻工喎，然後又傳翻去佢哋嘅工作單位嗰度，咁令到個社區嘅爆發情況就嚴重啦。所以有鑑於此，我哋見到有咁嘅可能性嘅時候咧，都係要最第一件事係要保障所有居民嘅安全。
就將佢哋撤離去呢個隔離中心嗰度。啊，當佢哋撤離咗之後咧，香港大學李教授就聯同呢一個環境署屋宇署等嘅人，就會進入去詳細咁做一次檢測，睇清楚究竟嗰啲喉管有冇問題，同埋會做一啲測試。我哋講嘅係嗰啲tracer study， 睇透究竟啲氣會唔會喺個喉管度漏出嚟。咁有曬啲資料之後咧，而嗰啲居民經過14日嘅隔離咧，就會可以翻翻入啲單位啦。教授想問一下咧，即係而家係例如頭，其實喺公司嗰個單位嗰六個，即係仲唔知嗰幾位啦，咁樣傳上去咧，同埋你話喉管懷疑即係有傳過風，係咩喉？可唔可以即係講多少？是那些我們始終都是懷疑最重要的都是那個污水渠，即是糞便的管和他們那個通氣管，究竟怎樣傳發呢？就是我們始終都懷疑，因為尤其那個 居民本身他的糞便和他們沖涼的那些水是會入了去個糞便渠，和那些氣會經那個叫通氣管向上升，因為他們暖暖和濕就會向上升，而這個情況都是向上升的時候，當上面的層數他們的喉管如果是有一些很小的裂口，當它一開的抽氣線的時候，這些氣呢，這些微粒呢，就會進回入間屋裡面，這個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就是當它開個抽氣線的時候，它屋企裡面因為它自己都呼吸緊的嘛，呼吸緊的時候它那些空它噴出嚟嗰啲微粒會經過個抽氣線走出去個天井位，咁因為嗰啲空氣因為沖緊涼用熱水咧，呢啲微粒就會向上升，咁亦都會製造一個所謂煙通效應。嗱，究竟喺喉管裡面嘅煙通效應緊要啲咧，呢個喺天井位裡面嘅煙通效應緊要啲咧？我哋分唔到，呢個就需要環境署同埋李教授佢哋做多啲嘅測試先知道。我哋唯一知道就係，我哋必須要將施助向嘅居民咧，盡快撤離，減低佢哋受到傳染嘅風險。呢個就是最清楚。係咪源頭即係5樓 C 單位？嗱，我哋相信係嘅，因為咧佢嗰個病發時間係最早，其他嗰啲係經檢測，有成5個係經檢測先揾到嘅。其他確診嗰 C 單位係咪都相信係5樓嗰個傳俾佢還？暫時的證據顯示咧，即係計嗰個病徵嗰個開始的時間咧，應該是5樓開始嘅，亦都五樓單位裏面咧，即係5C單位裏面咧，大部分都有病徵嘅。想問一下咧，頭先有冇入過啲單位檢查？有冇一啲喉管嘅改動？同埋我見到係5、6、7連住3層，然之後中間就隔咗成10層先去到17樓，有冇？估計會不會是個裂縫是在17樓附近出現定係點？我哋暫時真係睇唔到，我哋入過呢間位度睇過，但我哋就咁望落去咧就睇唔到。但大家知道咧，用肉眼睇咧，除非佢有好清楚嘅改動，如果唔係我哋睇唔到。咁所以喺呢個階段，我哋都係穩陣起見，就將佢哋撤離。咁然後揾啲專家真係入去裡面用儀器去測試清楚究竟有冇漏。但就咁望落去就冇嘢。不過有一樣嘢亦都係真嘅，就係個天井位裏面，尤其低層嗰啲係都幾污糟，幾多垃圾喺度。呢個即係污糟呢樣嘢同佢個風險係有關。我哋相信都係唔好啦，就算唔關佢哋，唔關啲垃圾事都好啦，都係一個唔理想嘅狀態。袁教授，目前其他座向有冇風險，或者係嗰啲確診單位同層其他單位如果有一個傳播風險，即係大廈或者電梯嗰啲？理論上咧，呢座大廈咧已經係即係所謂叫強制檢測嘅，咁但係有幾多人真係測試咗，我哋都唔知。但係佢哋陽性嗰啲全部咧，而家有10個。咁呢10個咧，絕大部分咧，除咗1個之外咧，9個都係喺 C 狀向單位。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咧，個危險主要係 C 單位嗰邊。咁我哋暫時就唔會撤離其他座數、其他座向嘅病嘅居民。教授，咁你依家嘅裝備入到去咧，可以點樣幫你？如果我入翻去，其他人入翻去，而你現在的裝備入翻去，是不是其他人其實是什麼？我可以告訴你，就是因為我要入去他們已經是有病發，即是病區裡面，
咁而咧，我亦都要去睇嗰啲喉管，要行到好遠。我亦都要爬上天台睇嗰啲通氣管嘅出口，咁啊特別危險啲嘅，所以我哋先至逐追曬當地。你哋唔應該入去啦，你點解應該入去？即係你唔應該入去嗰啲疫區啊，為咗香港啊嘛。係。咁有啲人入去都係為咗香港。佢哋唔會入去我哋去嗰啲地方。但係佢中咗係爛嘅而家。係。仲有一次你邊間啊，蕭生？你邊間啊？我唔明白你問乜嘢。你邊間先？有冇其他記者有問題？想問一下咧，即係今日都有消息話咧，油麻地核心檢測區呢度咧，即係有一個即係封區嘅情況。唔好意思啊，封區嗰個情況嘅，即係你自己點睇咧？喺一個咁多唐樓或者湯房嘅地方，如果有機會封區，個執行係咪都好困難？你覺得應該點樣做？嗱，呢樣嘢我就未清楚啦，因為政府未公布，即係究竟係實際係點執行咧？這個你都要問翻，會唔會係為你哋打好啲啊？我想這件事是我們一直其實整個政府呢在過去兩個星期呢都非常之關注油麻地出現即是突然間有個個案上升的情況的，都實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啦。我相信政府會密切監察那個情況，在適當的時候會公布。袁教授，現在封區有沒有用呢？會不會覺得太遲？如果真的是封區的話，現在才封區有沒有用？永遠都有些用的，當然永遠都是越早做咁啊，梗係越有用啦。咁但係我覺得就即係暫時我就唔係好知道具體個執行嘅情況會係點。但係大家都明白到，真係當嗰個區度越嚟越多個案嗰陣時咧，的確有需要進行一啲更加嚴謹嘅措施。我舉個例，因為你話強制檢測一棟樓，你知唔知裡面有幾多人真係去檢測咗咧？我哋唔知啊，所以以致可能會有走漏嘅情況。咁於是，我哋要進行一啲更加嚴謹嘅措施，去肯定每一座大廈裏面或者呢區好多病例嘅區裏面嘅居民真係全部都檢測曬，仲唔止係檢測一次喎？你因為大家知道佢哋傳播會有個所謂叫做incubation period， 有個潛伏期，你可能仲要有多一兩日之後要佢真係檢測。但如果你真係封區，你應該就可以登記曬所有居民佢嘅接觸嘅電話，佢嘅身份證號碼，以至你可以肯定佢五日或者十四日後再可以檢測過。咁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覺得有需要嚴啲啦。咁但係你話幾時做咧？咁呢個好難拿捏嘅。你都要睇住個數字上升。你好肯定有問題，你先會做啲更加嚴謹嘅措施，因為當你咁做嗰陣時候，會影響好多市民佢嘅日常生活同埋生計，所以唔係一個容易嘅決定嚟嘅。咁你想問下咧，即係政府嗰啲跟進檢測承辦商有錯嘅事，想問下跟進係點咧？係嗱，我哋大家都睇到報紙或者聽到，就有一個尼泊爾嘅家庭，咁佢個爸爸佢喺好早嘅時間，佢就開始喉嚨痛。咁咧，佢四日之後就去睇私家醫生。咁私家醫生咧就覺得佢普通喉嚨痛係扁桃腺發炎，就冇幫佢做測試。咁佢見到唔妥，過多兩日之後咧，佢自己走去測試。咁第一次測試咧就係陰性。然後咧，佢因為見到陰性，但係個人越嚟越唔妥喎。於是喺佢病發之後第九日再進行第二次測試。在另外一間嘅檢測嘅中心嗰度，但係嗰次都係陰性。但係到第九日咧，佢已經覺得好唔妥，調氣好足，咁於是入咗廣華醫院。大家要注意，佢頭嗰兩次測試喺檢測中心咧，都係用一個鼻腔拭子加呢個喉嚨拭子，係用呢兩種拭子嘅。但係大家知道咧，鼻腔拭子咧唔係好深嘅，只係入到個鼻少少嘅啫。係要鼻咽拭子好深咧，佢然後先至攞嗰個感染病毒嘅細胞夠多咧，你嘅病毒載量先夠高，先個測試會可以做得到。咁喉嚨拭子嘅唔好處咧，就係佢嗰個敏感度只有鼻咽拭子嘅70% 到嘅。咁所以當佢入到廣華醫院，話俾廣華醫院嘅醫生聽，已經測咗兩次都陰性。但係照肺咧，兩邊肺都花曬喎，
咁於是講話醫院嘅醫生咧，即刻就幫佢做一個鼻咽吸取，即係我哋叫 nasopharyngeal aspirate， 一個鼻咽吸取液嘅測試，咁嗰個就係陽性嘅。同時咧，到第十一日咧，廣華醫院嘅醫生咧好小心，佢亦都幫佢抽血，驗清楚，發覺原來佢血裡面嘅抗體咧已經係陽性啦。嗱，咁呢個表達咗咩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咧，嗰個病毒載量咧每七日就下降十倍，所以到第七日佢已經唔見咗十倍，到第十四日佢未到十四日就已經唔見一百倍啊！咁所以那個教訓係咩咧？第一就係、是、病人有輕微病徵，病狀啱啱開始嗰陣時候，那個病毒載量係最高嘅，你測試陽性機會最大。你越等得耐咧，佢越個載量越低，你假陰性嘅機會越嚟越高。咁同時仲有一樣嘢更加重要嘅就係、是、個病人通常咧個病咧會喺第七到第十四日個病情係最嚴重啊！嗱，呢個病人就係去到第九日，佢辛苦到頂唔順，要自己走去醫院急症室。而多數咧就係過到第十日之後咧，佢嗰個血裡面嘅抗體已經開始嘅。咁所以你已經失去咗俾抗病毒藥個黃金機會。如果喺第四日測試咗係陽性嘅，佢入醫院照肺，發個肺花咧，即刻可以俾一個抗病毒藥俾佢，減少佢進入去呼吸衰竭的狀態，咁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在呢度再呼籲所有醫生，就如果有病人有輕微的發燒或者呼吸道的病徵病狀係你解釋不到咧，一定咧就要去幫個病人做測試，因為而家係喺一個疫症大流行的情況，所以就不應該等嘅。同時大家明白，你越早測試，越早隔離，就對整個疫症咧個控制係最好。個病人入咗醫院，發覺原來佢肺花咧，佢能夠有機會接受呢個病毒抗病毒藥嘅治療，亦都係好緊要嘅。當你冇做呢啲嘢嘅時候咧，個病人個預後一定會差啲，同埋個社區個爆發咧亦都嚴重啲。同埋大家亦都要記得一樣嘢，就係如果你以為個病人冇呢一個失去嗅覺就唔係 COVID-19 咧，呢個完全錯的想法嚟嘅，因為喺我哋嘅病人裏面咧，真係有失去味覺呢個病徵狀咧，係少過10%，即係十個都冇一個。嗱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話啊，佢喉嚨痛，不過冇失去味覺，我就唔驗咧，呢個就唔係一個正確嘅做法啊。咁我勸大家就係、是、所有醫生好，病人好，大家唔好以為哦，我冇失去味覺就唔需要測試，呢個係唔正確嘅諗法嚟。想問下咧，即係點解會揀嚟金威大廈去視察嘅？即係仲有其他新田地街啊、碧街啊都爆到死。我唔係我揀嘅，我即係會唔會？即係我被邀請我就去，冇邀請我就唔會去嘅。我唔可以。我都主動去睇睇啊！咁教授想請教翻關於嗰個唔係佢哋唔係去我哋去嗰啲疫區啊嘛。教授想請教翻。唔係佢，我去嗰個係特別嗰個病毒數量會好高嘅。但係你入得去其實點樣數？係啊，想請教翻關於頭先講嗰個零。我行入去嗰時咧，戴你啲口罩，所以其實係冇問題。啊！但係你如果入嗰間屋就唔係咁講嚇。OK， 你講。係啊，嗰個尼泊爾家庭咧，即係頭先講到個鼻腔式子個深度唔夠咧，係咪建議以後所有嘅檢測嘅方式，除咗即係深喉鏡啦，即係要撩嘅做 swabbing 都建議做翻嗰、那個鼻咽嘅色子會比較好咧？同埋另外想問。嗱，呢啲你我年紀老唔可以記得咁多嘢啊！唔該。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咧呼吸道，即係呢一個新冠病毒咧呢、這個感染咧，可以係上呼吸道感染，或者下呼吸道感染，或者係上加下呼吸道感染，兩邊都得嘅。嗱，咁如果係上呼吸道感染，最好嘅測試係咩咧？就係、是、鼻咽吸取液。嗱，鼻咽吸取液咧要有 negative pressure， 要有一個真空嘅，係喺醫院，譬如廣華醫院，佢入到去先可以用呢個 nasopharyngeal aspirate， 嗰條管係懟到好入，懟到差唔多係嚟到個耳仔窿咁深啊！嗱，咁呢啲啊，淨係喺醫院先做得到。嗱，第二個冇咁好嘅方法，但係都唔錯嘅，就係鼻咽拭子。但係鼻咽拭子亦都要將嗰條拭子擺到好深，攞到足夠嘅呼吸道嘅細胞。那些然後才會有多病毒在裡面。
第三個更加差的方法就是喉嚨拭子。喉嚨拭子只有鼻咽拭子的 70% 的敏感度。然後再差一點的就是鼻腔拭子，就是輕輕在鼻窿裡舉入一點，那就叫鼻腔拭子，那就更加差一點。如果是下呼吸的感染是怎樣呢？下呼吸的最好呢就是放一個氣管鏡下去，然後呢灌一些生理潛水進去，然後抽回它出來，我們叫這件事叫 bronchoalveolar barrage， 即是氣管氣泡灌液，這個是最好的。但這個要很辛苦，病人要麻醉，所以通常是很嚴重的病人才做。但是如果病人咳到痰出來，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標本，可以進行這個測試。有一個折衷方法，就是用深喉唾液，或者我們叫口水痰，就是你朝早未刷牙、未吃早餐，然後喉嚨吐一口深喉唾液出來，不是吐一口，起碼吐五口，這樣的時候呢，它那個敏感度呢應該呢是足夠好過我們剛才說的那些，或者就算好不過都差不多跟我們剛才說的那些標本是沒有分別的。咁我希望答得你個問題答得好清楚應該。咁即係咪都建議而家啲檢測，所有檢測站或者臨時採樣站嗰啲，其實都做呢個方式咧？如果你用呢個鼻咽拭子咧，應該係做得到。但係好多時咧，嗰、那個負責嗰個同事咧驚啊，因為你俾一俾得深咧，那個病人辛苦會喐，咁佢會打乞嗤。咁你知道，如果佢打乞嗤，佢會對嗰個同事咧造成一啲危險嘅。咁所以佢一深個病人一噴咧，佢已經即刻收縮就拎翻出嚟。咁以此咧就好難做得個好深嘅鼻咽拭子啦。好多時咧只係做咗鼻腔拭子。咁啊呢樣嘢咧就要市民要有嗰個預知啦，即係你要唔好你辛苦你即刻噴啦。啊咁同埋有時真係咧係會整完之後會出鼻血嘅。咁於是都令到個病人好驚，個同事好驚。咁所以有好多嘢係知易行難嘅。但是我要跟大家和公眾解釋清楚，讓大家明白的情況是為什麼，很多東西是後面有個原因在這裡。是最好都是鼻咽拭子加上喉嚨拭子，其實聽下去最好的應該是這個深喉唾液，或者是這個我們所謂口水痰。但那個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有些病人不懂咳，他不懂咳出來，咁亦都有些人就可能俾啲水喉水俾你，你唔知咁，所以嗰個亦都係有問題的。所以我再講一次，就是每一個標本都有佢好處同唔好處，同埋佢嗰個可行性有幾高，全部我哋都要作出考慮。其實就真的不是只是指訓練的問題，是病人的接受度的問題，都是一個問題。因為他痛嘛，他不舒服嘛，甚至有時會真的有些出鼻血的，那個病人都要接受，是不是可以這樣？如果不是他整完之後出鼻血，他就周圍說怎麼不好怎麼不好，那於是 又對那個測試呢檢測呢造成一些傷害。好嗎？ OK， 好，拜拜。